4.运气球，头顶吊直线，再滚网。5-6。5-7-5。两个人在往前反手往前放对角线，都放得比较好。判断非常好。王一涵换到这边失误很多，这7-7平，这几分里面他失误送给对手得4-5分。不在界内，时间示意界内。王。碰了一下网带，半场球，没办法。这球控制得非常好，压线。10-9，王，准射分。王一涵手上也很有准头。
谁？要求太高，结果推球下网，王一涵是11-9领先。在比赛当中，王一涵也是需要带上护腰进行比赛。双方继续比赛，王一涵领先2分。其实今天呢，双方两个人的这个实力肯定是非常接近。从场上的表现来看，王一涵要更积极一些，求胜的欲望更强一些。接球假动作，也是王一涵动得太早。对方还没有出球，他已经先移动，被对方观察到。控制王一涵的两底线控制得不好，球出界。今天接杀的时候顶对方后场比较多，但是他顶的质量首先不是很好，再一个都是顶后场为主。王一涵现在也已经比较注意了，杀完了之后不冲得太快，等着他这球出来。对方反手底线被动过度的这一拍如果他抓住，带一点劈掉的这意思，轻杀，落点非常尖。
他的求胜欲望要比卢兰更强烈一些，在场上也更积极一点。王一涵还是领先着四分，估计这个这位上海姑娘将像她的两位师姐王晨和朱琳一样，要拿到亚洲锦标赛这个赛事的一次冠军。球发的质量不是很好，卢兰劈杀对角夺回一分。